是玻璃做的，是，拿着看一下，确认它非常的坚固，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在我不碰到这个壶的情况之下，我让它自己炸碎，把手呢，好，在这个位置差不多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完全隔绝开来，碰不到的，仔细看。啊！